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乔彩霞的婚礼。我结婚了，我会负责任，会好好的照顾她。我会用我的生命关心他，保护他，保护他的家人。我说完了。刚才新郎宋铁军同志精彩的发言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、生活的美好，还有对未来的憧憬。真好。没问题啊，嫂子。哎，下面让我们美丽的新娘子也给大家讲几句。我叫乔彩霞，是从四川分厂调过来的。我和铁军哥从小就认识，是定过娃娃亲的，算是青梅竹马。我和铁军哥都是孝敬父母的好同志。孝敬父母最好的方式就听他们的话噻，所以我跟铁军哥两个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就是夫妻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们父敬父爱，在屋头好好生活，在厂里头好好上班。今天我衷心的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，谢谢大家。好。那既然新郎新娘已经讲完了，那大家开席吧。好，吃好喝好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乔彩霞这口才挺好的呀。是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她多高兴啊，心想事成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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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想想，这乔彩霞也真是够傻的。他傻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咋那么多话？是问问也不行啊。吃饭。是在照顾二哥呗。待会儿我们给他带点好吃的回家。这鸡腿我也带回去。吃你的吧，上面都是口水。一家子寒酸眼儿。坐坐坐，谢谢啊。管你的事儿，别生气。啊，彩霞，今天真的好好敬你一杯，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。彩霞，我没搞明白，你结婚你谢他干什么呀？咱们俩来参加他的婚礼，他不就得谢咱们吗？是吧？哈。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北林姐的光临，谢谢喷三哥的光临。三五哈哈，恭喜恭喜啊！要得要得要得。北林姐，真的是太高兴，我太高兴了。是啊，我也替你高兴啊。刚才你家宋铁军说的多好啊，要用生命照顾你跟你的家人，说的真好。是啊，铁军哥对我好好哦。哎，你家人都还在吗？在啊。他知道吗？他生呀。那他要用生命保护谁和谁的家人呢？